大家好，我是洪慧峰医师。那在这边我跟各位介绍一下我写的新书。我去了义大一年，大概是九个月的时间，对我来说是一个冲击非常大的一个状况。从一个台北的医院，然后到一个红龙果园的一个医院，然后那边的病人跟台北的病人完全不一样。在这本书呢，我把它拿过来跟我在台北的病人拿来做对比。然后义大还有一个很好玩的事情，它还有全世界各地来的医学生，所以就是等于说我见到了全世界，也见到了乡下。我把前面的那些经验全部都写在这本书，拿我的心听懂你的心，相信各位一定会喜欢这本书的。